接下来请看讲义第21页，下午讲到称赞如来。那我知道有些莲友很忙，可能没有听到的话，那就抱歉，请你听 DVD 了。请看21页第20行，称赞如来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赞叹佛菩萨的功德。下午引了《法华经》，说如来灭度以后，第一个我们不要说人跟经典的过失。请各位看一下21页第14行，第二个我们不可以轻慢其他的法师，第三个不要说别的莲友的好坏长短，这是1、2、3。接下来4、5、6，对于声闻尘的人，菩萨可以学声闻尘的教法，但是不用特别去强调它的名称，我说它的不好处。第五个，不用特别去强调它的名称，说它多好多好。第六个，最重要，心里不可以升起怨嫌之心，因为你修礼敬诸佛，一切众生都是有佛性的。接下来再看第7个，若有听闻佛法的人呢，你要满他的心愿，不要违逆他的心意。第8个，若是他有任何的挑战跟问难，请不要用小乘法回答，而以大乘佛法为他解说，让他得到一切准智。这是《法华经》第2安乐行品，是出在第14品的安乐行品的第2安乐行。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度过10000位出家众，文武百官、王公贵族，连帝王都是他的学生。他曾经度过好几千万的在家出家的这个佛弟子，他都劝他念《法华经》，尤其是念《法华经》第14品安乐行品。若能够念整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当然是最为殊胜的。所以称赞如来是要对治我们的恶口，跟毁谤佛法、毁谤善知识、跟毁谤人的恶业。所以请看，我下午因为时间的关系讲一个段落。请看西方极乐世界，具足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功德。法藏比丘因地对世间自在王如来发愿，所以极乐世界的人，从来都不会恶口。所以你念佛，假如你想要去极乐世界，那希望你要控制自己的嘴巴。一般人最容易造恶业的就是嘴巴，最容易造功德的也是嘴巴，所以你要懂得讲话要真诚，而且要有智慧。接下来再看极乐世界，微风吹动七宝堂树出五音声，无量的妙花随风四散，就会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。所以在极乐世界呢，所有的莲友都在听闻佛法，那所有的谈话都是跟正法有关系。接下来你看，那极乐世界这些水鸟树林孔雀是谁来的呢？答案是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，并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是畜生道，然后呢是因为造了恶业而堕为三恶道的畜生。极乐世界呢是没有三恶道的，这些呢在阿弥陀经讲，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。甚至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菩萨看正中间，每天都会拿花供养西方三圣，请佛为他说法，所有人听到佛说法都非常法喜充满，前面这个手足舞蹈还有各种乐器来赞叹佛陀。所以极乐世界的念念都在修普贤十大愿，尤其是称赞如来愿。好，请看21页第20行，法华经安乐行品说，所有对于众生应该随意说法，无所希求。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师或是僧众，目的是用佛法帮助众生，而不能有分别心不能说这位呢是功德主就对他特别好一点，然后为他多说一点佛法那个老太太呢没什么钱几句话就把他打发了，
这样子的分别心的话，你是不能契入普贤十大愿的。再看 4.4 第二个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，释迦牟尼佛亲自说，善男子，不要以世俗跟财力的心来追逐法师。很不幸的，现在我们东南亚的很多佛教徒都是这样。我们虽然说我们是佛弟子啊，老实讲，标准高一点的话，很多人都是不及格的。对不起，我只能点到为止，讲得太白会得罪人的。你要以爱众恭敬法故，才能跟着法师。你跟法师跟什么？不是跟他的人，不是跟他的相貌，也不是跟他的才华，不是呢啊，这个师傅很有福报，反正跟对了，好像跟对老板，一生的吃住都包了。不，师傅不包吃，也不包住，也不包刷卡的。很多人自己的动机都是不太清净的，所以你很难找到真正的善知识。这是佛陀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啊，举一个例子。啊，我多年前在台北的某一个道场弘法，有位女居士看到我就很欢喜。其实她单身，其实我看到她普通，为什么？我对人家都尽量的一视同仁，我就有结缘品的话呢，我一定要给呢，就全部一起发。但是呢，她就每一次看到我就这样子，师傅，我跟你很有缘。我说我跟你不太熟。她的染红心。甚至有些呢，现在跟法师呢，尤其是庄严年轻的法师，跟着法师呢，把他当什么男朋友，甚至把他当老公，这都是要忏悔业障的。你的心假如会对他产生染污心，那我就建议你离开他，不要跟他学佛法，找别人，因为你自己有染污的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每一次都颠颠倒的，你知道啊。我也有很多武功秘籍的，你知道我现在要吗？先到大殿给我念三遍普门品，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，再出来问我佛法。念完以后，他心里比较平静一点。当然，他问的佛法，他还是想学佛法，但是他常常把法跟人混淆在一起，知道吗？所以，其实你根善知识，为什么？举个例子。你家人为什么成家？成家当然是过去的缘，这里面有善缘，有恶缘。我们讲亲人冤亲债主嘛，有冤才有亲啊。好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不好的时候呢，打的呢，哎，恶言相向。世间人你会投胎，是为作为家人，一定有情、有缘、有复杂的缘。可是今天你来的佛门，全部我们都在学佛法。缘是什么？是清净的佛法，应该是爱众恭敬法师，跟随法师。法师是教你佛法，法师不是你的男朋友，法师更不是你的老公啊。所以现在的人很奇怪，都流行单身，都不结婚。可是呢，英文讲 psychologically 呀，把莲友啊跟呢法师都当老公。所以在家居士，男众莲友跟女众莲友要像兄弟姐妹，但是品德要有距离，不要好到呢你连老婆都拿菜刀来庙里的，或是老公呢拿棒球棒呢来庙里的，那你就要反省你自己的行为是不清净，让人家染污的，这点很重要。否则你想想看，我们出家就是希望要解脱。出了家，有些人会攀着信徒，有些人会执着弟子，人家有些人会执着庙宇。其实断气的时候没有一样能够带着走的，所以告诉各位一句话：法师是属于所有一切这种众生的，并不是属于你的。当然，你看到师父有些会有缘，的的确确，我们在无量劫里面呢，都会有当过父母、师长、亲朋。好友六亲眷属，你当作兄弟姐妹，的的确确。所以你有时候看到法师会生欢喜心，那很好，表示你跟他有善缘。我有时候看到居士也是这样，有些人我看到他我就很欢喜，好像过去像兄弟一样。但是呢，不要用这句话啊、哦、来骗自己，说看到一个漂亮师姐，哎呀，你过去是我老婆啊，谁要当你老婆啊？这就叫做染污心，真有过失的。所以不可以骗自己，也不可以骗别人。所以我觉得
在同一个道场学习，大家应该像什么？像兄弟姐妹，相互关心，在佛法上相互鼓励，可是呢，品德自己要有距离，否则你跟着法师，你本来是学佛法的，然后呢，你却是染污心、杂染心追逐法师，那最后呢，法师成就了，可是你会继续轮回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我这次去槟城弘法，我就听到一个人友跟我说，他就很喜欢看三世因果，他现在的太太啊，就是过去他的信徒，那他过去也当过法师，他的确很聪明，对不对？我见到他，我也知道，一看他就像光头的样子，秃了毛都秃光了，对不对？过去是他的确法师，可是问题我，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用英文讲一句话 ，so what？ 你过去是法师，可是你这一世不是啊，那你就要忏悔啊，你自己呢失败的地方，我修行不能超越的地方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法师跟居士之间还是有一点距离会比较好。为什么？距离不是说冷漠或无情，而是让你对于法会更尊重而恭敬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否则若是出了家你还执着，叫做换汤不换药，你离开了你的父母，我听说还有出了家去认干爸爸跟干妈妈的，那你干嘛剃头呢？对不对？那不叫出家，那叫搬家的。好，我只能讲到这里了，再讲下去我就阿弥陀佛。有些人呢很奇怪，你看到他哈、怎么样他都不会高兴，最好我躲远一点。但是呢，修了普贤十大愿，我自己也告诉自己，也要给众生机会，平等心很重要。所以道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法才会让你从轮回中得到解脱。因此你了解了，你常常要称赞如来，称赞如来是要讲别人真诚的优点。比如说对方有十分，那你就讲八分吧，不用讲太满，不要对方只有一分一优点，然后呢你就很夸他，哎呀师兄你实在太发心了，然后呢心里想，其实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要做的话你做得更好，那你何必这样呢？表里不如一啊，这样果报是会很复杂的。所以称赞如来是对治我们众生，不要恶口，不要毁谤，然后呢你将来呢才得到辩才无碍的果报。好，接下来请看，所以阿弥陀佛在十方无量诸佛里面呢都赞叹阿弥陀如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佛跟佛之间是无我的。我也听过一个法师说，哎呀阿弥陀佛跟那药师佛两个会拉信徒的，你的命中的不要去那里，来这里吧。讲这些佛法水平很差，佛是无我的，佛会拉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只有一个目的，他会看你在哪里开悟。假如你在东方药师净土开悟的话，八大菩萨就会送你去东方药师净土。假如你跟弥勒菩萨有缘，你又发愿上升都在内院，阿弥陀佛也会欢喜送你去，观世音菩萨八大菩萨也会送你去。假如你的缘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释迦牟尼佛也会很欢喜，我教的学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不会在六道轮回，那就很快成佛了。我再讲一遍，佛是无私跟无我的，不要以凡夫心解释圣人的智慧。好，接下来再看，如是虚空界境，翻过来21页。对不起，没有，本来21页上面的经文，如是虚空界境，众生界境，众生业境，众生烦恼境，我赞乃境。而事实上虚空界乃至烦恼是无有穷尽的，所以我赞叹诸佛如来的功德也永远没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异业无有疲厌。好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。好，接下来讲广修供养愿，请看22页。先看寄诵，然后待会我会讲一个故事，然后我会给你看短片。第一个，请看寄诵5到7，以诸最胜妙花曼，祭月独香及散干，如是最胜庄严具，我以供养诸如来。
来，最胜衣服，最胜香，墨香、烧香与灯烛，一一皆如妙方具，我悉供养诸如来。第七颂，我以广大圣解心，深信一切三世佛，悉以普贤恨愿力，普遍供养诸如来。在偈颂出现的顺序，五到七是供养愿，那实际上它详细的解释呢，就是在22页一行下面的长行文。这一段非常的长，先讲到物质的供养，接到法的供养，最后讲心愿力的供养。再讲一遍，第一个先讲物质的供养，第二个讲法的供养，第三个再讲到心愿力的供养。所以从事项上一直会讲到理，所以你啊，所以耐心听好。第一个先白话翻译，请看记诵，以诸最胜妙花蔓，花蔓，我们呢在供佛里面呢常常会用花蔓，对不起啊，好，比如说花蔓，这个就是啊，我们在福田行愿品呢供水晶，还有藏文叫东马，用面粉而做的，下面这就是花。你看在菩提家园，每一个人早上起来会供一杯水，水上面有一朵花，抬起来像个净土曼达拉。那各位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有花蔓，比如说泰国寺庙一大早它会串花蔓，印度庙里面也会串花蔓，所以对你来讲并不陌生啊。接下来那供养里面呢，哎，广大的像做须弥山，请看祭月涂香及散干，祭月就是音乐，涂香就是呢，哎，就是像涂香，比方说檀香油之类。我先解释文字，后面我再讲法义啊，这样的话你比较清楚，不然呢下场太多你会觉得很复杂。祭月就是我们音乐啊，然后供养佛。涂香，比如说各位去过泰国庙有没有？泰国庙有啊，释迦牟尼佛有，礼拜一到礼拜天，对不对？这是泰国的文化。那你觉得我今天礼拜三不太好，那就拜拜礼拜三的佛。哦，我最近头痛，那就拿个金粉就贴佛的头。对，肚子痛就贴佛的肚子，屁股痛就贴佛的屁股。这是泰国文化。可是华人不会这样，你看我们华人大殿佛像是不准你动的，但是泰国可能在旁边呢，哎，会雕很多佛像，然后让你去涂金粉呢，这是涂香供养，甚至拿檀香油去涂铜的。在槟城里就有泰国庙跟缅甸庙。伞盖就是拿一个伞盖，像我们现在法师出门的时候就会拿伞盖代表宝盖，用这种以上香花灯火烛最盛的庄严具我来供如来。好，现在这有个问题，师父你说你讲很精彩，可是跟我们的生活离很远啊，所以你应该拿什么来供养如来呢？ Latte coffee 跟 fine tongue coffee供不来，这里也就是要讲呢，啊，全世界呢有两个生意最好，一个就是巧克力，一个就是咖啡。也就是说，你把你觉得最欢喜的东西供佛，供完佛了以后，你才供养自己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无论在家附加，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个提拉米苏蛋糕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一讲，很多人都流口水了，啊。对，你觉得很好吃，换句话说就是用最好的东西来供佛，代表呢你升起虔诚的布施心，对治贪心跟吝啬。也就是你把最好的东西供佛，包含有形的跟无形的。有形的就是你看得到的，你看大殿里面呢，哦，庄严，这次呢有花瓶，有花器，有花，对不对？有水晶，为什么要拿这些？有人会说供在那里佛也没拿到啊，对不对？请问刚才讲提拉米苏，你供了佛，来我考各位，请问佛有吃到吗？没有。没有的话那你干嘛要乱花钱供在那里，那不是浪费吗？确定吗？我再问一次，你供所有水果香花灯果烛，请问佛有吃到吗？好，我们来考一考，哎，第一个答案你觉得佛有吃到或接受到的请举手，等一下。第二个答案你觉得佛可能没有接受吧，那提拉米苏最后还是吃到我肚子里啊。第三个，你觉得看心情或看天气吧，可能我有时候有拿到，有时候没拿到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
清楚。第四个呢，就是以上三个答案我都不知道，来，请举手啊。第一个，你认为佛真的有接受到你的供养，以及接受到你供养的这个物质的，请举手。举手没有关系，一人只有一票哦。有人是这样看一看再好，你觉得有，好，手放下。第二个，你觉得佛根本呢没有接受，那只是一个象征主义，其实提拉米苏跟榴莲最后还是我吃的，请举手。好，第二个，那这个很实际派的。第三个，你觉得说在看心情跟看天气，其实可能有时候佛陀有没有拿到吧，初一十五有拿到，其他十斋日呢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然后你觉得第三个答案呢，请举手。第四个答案，你说师父三个答案我都不清楚的，请举手。不清楚哈，不清楚也可以举手，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。好，以上四个答案没有举手的请举脚。好，答案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佛的确有接受到你的供养，不然你不会升起功德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拿花供养佛或水果，没有错，这是象征你的虔诚供养。那你会说，师父为什么他会接受到我的供养呢？答案是，他是圣者，会得到你的供养，你才会升起功德。没有错，从世俗地来讲，最后可能呢，水果或蛋糕或榴莲最后是你吃了，没有错，吃是你吃，但注意听，你不要以为佛菩萨所谓的接受，就像嘴巴打开来，咬一口，不是。而是呢，他接受你食物气的供养。各位在中原超度就知道，你啊超度好兄弟的东西，水果，你观察，好兄弟其实来接受你供养，帮你摆了这么多干料，又是罐头的，请问你没有打开，你有没有忘记你还放了开罐器耶？其实他吃不是呢，像我们人类理解的是用咬，而是水果它吸它的气。所以在七月超度完了以后，你会发觉水果很容易腐败，传统上超度完了以后就把它丢掉，在树底下或布施。哎，因为你吃呢，你会觉得味道也不是很好，甚至呢，哎，有些吃了还会生病，那是个人的体质跟因缘。重点是什么？七月的幽冥界众生呢，的确接受到你气的供养，同样你供香花灯火烛，大悲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接受到？有。意念的供养叫禅悦为食，对不对？诸人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一念礼拜胜过62亿恒河沙菩萨。那假如观世音菩萨没有的话，那你干嘛初一十五浪费钱呢？对不对？你因为虔诚的供养他，可能到寺庙供养完以后就供养僧众，供完佛，你供完僧，你会升起功德的，所以你必须布施，因为要出钱。好，那现在有个问题了，假如你有钱，那你就多出一点，那没有钱怎么办呢？不要紧张，心观想也可以升起功德。请看下面第六颂，最胜衣服，最胜香，墨香、烧香与灯烛。最胜衣服就像你供出家人的袈裟，我供佛陀的衣服。最乃至于在地藏经里讲，你的家人快要过世的时候，你把他的旧衣服拿去布施给孤儿院、养老院、育幼院，就是布施衣服，布施给众生。最胜香，香有很多种，有墨香、檀香、烧香，乃至于灯烛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天大会同意，我们会继续点灯。那这些观想虽然只有一个，但是要观想一个变七个，七个变很多个，就像下一张幻灯片叫妙高山。请看，这是我在北京雍和宫拍的，这就是须弥山。你要观想它很大很大，对不起，借我朵花啊，不好意思。你要先观想，我现在比如说我拿一朵花观想，然后变成左跟右变三朵，再来前跟后将变五朵，再来上跟下变七朵。我再讲一遍，先拿一朵花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，对，我很惭愧，我过去是没有种广修供养的因，所以我很贫穷，不能满我的愿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我就供养，那先观想一朵变左右前后，讲究三朵跟五朵上下，然后呢观想
花向右旋转，像云一样，变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花布满在虚空，所以一朵花透过你的发愿与观想，就会广修供养。所以这里有三个东西你要写下来，请你写。第一个要，对不起，我有写第二十三页，第六行，在这里。好，看到二十二页有没有？二十二页第六行，广修供养的时候，要观想所需要的条件有三个。第一个实摄，实摄就是你起码要买一样东西，不可以空手。空手代表你将来会空空如也。中国人最不喜欢讲吗？山也空，地也空，水也空，对不对？你空我不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空手，空手你要实摄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要买一朵花，或是香，或点根灯，能所缘尽。第二个意变，就是你要观想，我刚讲一个变三个，变五个，变七个，然后向右旋转，变无量无边。第三个是禅定力，用你的三昧，所以待会看到经文里面常常用云做代表，为什么呢？像花云、漫云、香云，所有的云它都会产生变化。好，这个再回来，所以你必须要观想，好像须弥山一样广大无边。好，接下来再看经文。好，请看经文，翻过来一下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二十二页第五行，复次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，上午已经讲过，净法界是法，虚空界是比喻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的极为尘中，一个有一切世界的极为尘处佛，不是只有尊佛，有无量无边的。每一个佛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海会围绕，就像莲池海会一般。我今天以普贤行愿的横愿力故加持，让我深信信解，相信呢，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慈悲的，就好像现在你的眼前，现前之见。我以最殊胜的上妙供养具而为供养，所以每一个人的能力条件不一样，答案是在你的诚心与愿力。再看下面，所谓花云，好，看幻灯片，漫云、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云。好，补充一下，云代表非空非有，可以写下。在华严经里面呢，云，天上的云，你看到它的样子，有时候变成各种样子，尤其小朋友会看到云变成一个布布车，变一个巧克力，然后呢变一个棒棒糖。可是假如你坐飞机的话，你就知道，等你手假如了，当我们是不可能伸出去啊抓云。可是假如你坐飞机想，你可以打开窗户抓住云的话，云是抓不到的。可是云呢可以显现形状，所以这是妙有。云你去抓它，就像彩虹一般，是抓不到实体，这是叫真空，所以它代表真空妙有，不离开，不执着于空一边，也不执着于有一边，所以云在华严经叫非空曰非有。第一个花，花代表菩萨六度万恶，当然你供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一个的表法，表法就是象征主义。很抱歉啊，我时间有限，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，我讲它的重点。第一个供花跟蔓，画穿起来就是蔓。供花的话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呢，是用花来供佛的。花代表因果同时。第二个天音乐云，就是呢你用天上最美丽的音乐来供佛。第二天伞盖云，伞盖云呢，哎，就是呢伞盖就是代表庄严的意思。给各位看一下菩提迦耶的释迦牟尼佛，你可以看到旁边这就是泰国的伞盖，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本来是伞，它把它做得很漂亮，这是一种装饰。那你看这个出门的时候还有一条叫拂尘，
扶着就是摇扇子。以前国王呢是没有的 air condition， 也没有电扇，就仆人会拿两个扇子。你看，用这个全部是镀金的装满宝石，供养释迦牟尼佛，这叫做伞盖。那你会说，师父为什么要做这些呢？答案是断除你的贪心，成就你布施的功德。接下来，下面这张释迦牟尼佛啊，背光也是人家供养的。所以你拿这些东西去供养，是为你累积很多的功德。也因为佛陀是圣者，你可以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拿这些呢，是有各种象征的意思而说的。所以它有香花灯火烛很多。好，所以有各种云啊，伞盖天衣浮云啊，种种香，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檀香、沉香，各种香都可以。接下来再看它的量有多大呢？像须弥山瓦，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须弥山铜的，表示很广大无边。燃种种灯，酥灯、油灯、珠香、油灯。所以为什么啊，大乘跟金刚乘很重视要点灯？好，在这里又回答一个问题，请问点灯跟点灯号有没有一样？答案不一样。佛前有开光明灯，那叫光明灯，代表光明。点灯，明天我们也最后一个礼拜一晚上会点灯。点灯是代表你必须出钱，随喜功德。我跟大会讲，你可以放一个随喜功德箱，一块马币也可以，十块也可以，要一百万，你看好多多益善。这是供养佛堂的，不是供养的。但是最重要，你自己出来以后呢，你还要发愿，还要点。那烧代表烧掉你所有的障碍，所以点灯啊，跟光明灯这两个因果不一样，不能取代。我必须解释。当然，现代的人，我们住在都市里，那我要提醒你，学佛还是要有智慧。若你出门以后家里没有人的话，严格说是不可以的。你要把灯给熄灭。为什么？万一一个地震回来，有倒了回来了，哇，整排房子全部烧了，人家会诅咒佛教徒的。所以你学佛不要这么固执，你人在进了在家里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点灯。然后你睡觉的时候灯在那里没有问题，表示你在睡觉当中你还广修供养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一灯柱如须弥山瓦这么广大，刚才亮如须弥山，灯柱像须弥山这么高，一灯炉像四大海水一般，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。好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。所以你看下面，我们桑严精舍每一次共修的时候都会念六字大明咒，会点酥油灯，这是免费的。我们道场刚刚搬迁另外一个新的道场，因为原来的太旧，没有楼梯又漏水了，我们呢过去五年当中点过5000盏的酥油灯，所以大家福报很大，每个人头都很亮，对不对？你必须发愿，通过点灯发愿。好，接下来刚才讲可以供多玛，还有这个是台湾的莲友供菩提迦耶的水晶。所以供养是在你的心，当然每一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，但最重要是在发愿。接下来看，你看西藏人点很多的酥油灯，假如你不理解佛法，你不理解广修供养的话，你会说那讨个派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还整间点得这么烫呢？你不知道，因为点灯可以改变你的恶业，而且，所以上一次 Part 1的时候，我有讲过有作业，对不对？请各位翻开52页，《佛说施灯功德经》，这里就有讲点灯的功德。从52页到64页，希望回去读。读过的莲友非常谢谢你，那就再读一遍。没有读过的人呢，请你回去读3遍。佛就正式跟你讲，点灯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点灯也会让你的身体慢慢好起来，点灯也会让你的病痛慢慢减轻，点灯也会让你心里非常的愉快，然后产生法喜充满，这是真的。我讲一个我学生真实的故事。我桑叶精舍总干事，他瑞夫妇是我的学生，
他的阿公阿嬷呢都已经是80多岁，住在南部。有一阵子呢，哎，他们生病了，生病以后慢慢复原了，康复很慢，因为老人家抵抗力比较差。结果去医生检查呢，没有什么病，可是呢，他每天就这样子慢慢的。你问他阿公阿嬷你开心吗？他静静的不讲话，其实他不太开心，也没有什么事，但是他就不开心。后来呢，我的这两个学生很有善巧方便，因为家里婆他就叫阿公阿嬷来点灯，就像我们的点灯祈愿文，叫他点灯，唱嗡嘛呢叭咪吽跟阿弥陀佛，然后叫他供佛，他慢慢拜，拜三拜，每天呢就叫他点灯，连续点3天，24小时，3天完以后早上起来，他非常的愉快，心情很好。为什么？业力忏除了。所以点灯有点灯无量的功德，在《佛说施灯功德经》里面有，请各位看。接下来请看点广修供养22页，目的22页第21行啊，让我讲完这一段。广修供养目的是什么？对治我们贪心跟吝啬的毛病。你就是很吝啬，不肯帮助别人，不肯布施，就贫穷的人或供养三宝，所以没有福报。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做生意就很努力也赚钱了，可是有些人你会发现他很努力很努力，到最后一关的时候，哎，突然老板说取消了，那你就很失望，就表示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。所以广修供养目的是对治自己的贪心跟吝啬的毛病，获得富饶的果报。那这类的愿呢，有2个意思。第一，自利来说，断除自己无始劫来的兼贪，兼是吝啬，贪是贪心。《法华经》讲：“慈眼视众生，悲心度有情，喜闻无上道，舍近道方成。”慈悲喜舍，最后你的舍是要从外在的财布施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布施，你可能会觉得啊，今天香蕉快要烂啊，拿到佛堂去布施吧。其实你们都是拿不要的才拿来的，真正的布施不是这样，应该是最好的东西去供养三宝，最好的东西去跟莲友分享，而不是说哎，这个我不要吃了，拿到佛堂去供养。其实你那样的心功德比较少。还有在布施之前要想清楚，有些人来佛堂做布施，哎，我要呢丢了100马币好，回到家里，早知道50马币就好了，你后悔，后悔功德会减半。所以你的心要想清楚，你要想我为什么布施。其实布施，你布施以后，你舍心量大，你的功德就会广大，所以叫舍近道方成。接下来再看利他来讲，对于佛啊跟众生啊升起平等的心，尤其是愿亲平等。尊贵的人呢跟贫贱的人，你要看平等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举个例子，在华严经里面举一个例子说，假如你有真正的平等心，看这听哦，你来佛堂供佛一碗饭，你有平等心，相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你把这碗饭也真诚的跪着去供养小狗，你供佛跟供狗的功德是一样的。这是华严经这么说的。你会说师父怎么会一样？答案，你的心平等。假如你说哎呀，供佛功德比较大，没有错，有些经典也是这么说，供佛比较大，供菩萨功德少一点，那供阿罗汉呢再更少一点，那供天人又少一点，的确经文有这么说。可是在这里华严经讲，你要修平等心，所以你要愿亲平等，答案你的心平等，所以功德一样大。所以佛也说供养你的父母等于供养佛陀一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父母是未来佛，他对你有恩，所以广修供养愿很重要。十三业道经讲，过去杀业重，所以今生得到多病跟短命的果报。的确，注意听，这是佛陀说的，我非常恭敬。但是师父想跟你分享一个，就是其实啊，要健康长寿有很多方法。布施的确是佛说的，
放生也是佛陀说的啊，对不起，我绝对不会跟他老人家举杠的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我刚才说慈悲之前要有智慧，全世界有很多环境啊，不一定适合放生。比方说新加坡就严格规定环境是不可以放生的。在台湾曾经呢，前一两年在捷运 MRT 写佛教的放生是间接的杀生啊。我上次主题讲过，我这次要给你看一个短片，也就是说我们都希望，哎呀，我病痛很多，我想要健康长寿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不是有高度的智慧，就执着说我一定要放动物，所以很奇怪啊，你喜欢动物，你却不救人。在华严经讲，人跟动物两个是平等的。那假如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两个都不能救的时候，只救一个呢？你应该先救什么？救人。所以各位佛教徒，尤其是老菩萨，有些很有智慧，但我发觉有些很固执。为什么？你就是一定要去放动物，你知道吗？在马来西亚可以放生，的确，马来西亚因为有很多的树，在我们台湾都市也不能放生。你看人都活不下去了，那么热的冷气，每个人都在排啊，热烘烘的，你鸟放出去，它没有办法活的，对不对？马来西亚我也听说过，初一十五要放生，还要先定，哎，上面放生，下面马来人就捞鱼啊。那你为什么要浪费钱呢？所以我放一部短片给你看，是我从2004年到2011年，我做了义诊，也就是说，佛说供养出家人要布施啊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。饮食现在出家人饮食差不多，衣服简单，卧具就是床。比较难的是什么？是医药。我不太清楚马来西亚啊，在台湾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自己每个月都要捐65块马币，不讲马币你比较清楚，我每一个月要捐650块，换句话是650块台币给中华民国的医药局。为什么？假如我没有生病，那这个就是要医药布施，知道吗？假如不幸，万一啊，希望事故不要发生了啊！万一不小心有车祸啦，或是我生病、我住院的话，是全部是免费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华民国，我自己有65块马币，我每个月都要捐，这是政府规定的，每一个人都要。所以你没有生病，那就很好啊，就捐给医疗基金啊。第二个，在新加坡也有很好的福利制度，出家人也有很好的福利制度，人民也有很好。可是你会发现，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medical insurance， 我问一下，你们有那个医疗保险的请举手。好，那其他没有举手的是没有，那你万一生病就很辛苦哦，因为现在医疗费都是越来越贵的。好，有些人还是保险，所以师父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。对不起，还这里一分钟，旁边讲吧。我先讲我故事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多年前我去了印度一个叫西里古里，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印度朝圣啊，有我的好朋友拉玛带我去，我们去朝圣，其实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去见上师，见我的老师，其实我们也去大雪地买佛像看看念珠等等，结果回来的呢只剩两三天。我们到了一个寺庙，那时候天气很晚，我就碰到一个知客是来接我，他是一个喇嘛，他会讲英文，我就跟他讲 How are you, Lama? 对不对？他说 Actually, I'm not very good. 我说 Why? 他说他不是很好，翻成中文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请我们先去吃饭，他心很好。吃完饭以后呢，他就跟我聊天说，事实上我有肾结石，肾结石是很痛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已经半年了，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开刀呢？他说因为我很忙，在寺庙有工作，然后呢，其实老实说我也没有钱，他说我的亲人在南印度，我要请假到南印度去。那我跟他说，那胆结石开刀要多少钱呢？大概是800马币，台币是8000块。那我说那你应该去啊，当然呢，因为我们快要回来了，所以呢我也怕人家骗我，对不对？这个众生呢，一种阴阳百样的，好人跟坏人都很多。后来我就问带团的那个喇嘛，还有寺庙的总管，说那个喇嘛生病是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他已经痛了半年了。
那我心里想，本来呢，我身上有还有一点钱，$100，我还想买佛像。我想算了吧，哎，救人比较重要。后来我还有两个朋友，那我就吃饭的时候就婉转跟他说，要不要我们三个人发心，一个人出$100和$300，相近台湾10000块，也就是1000马币啊，大概就可以帮助他开刀。开完刀呢，还可以吃一点补品，还有一些来回交通费，我就没有讲。最后我的同学朋友也很高兴，我心里想，若是他不愿意借我的话呢，我先跟他借，回到台湾我再补钱给他。结果我两位朋友也是佛教徒，很善良，师傅你的心很好，没关系吧，那我们就帮助他。结果在我们吃完晚饭呢，要谢谢他的时候呢，我跟他说加西德勒，就是谢谢你的招待的意思。我突然跟他讲，妈妈，我供养你$300，大概台币10000块，印度呢就要40000块，哦，等一下，$100，对，差不多40000块，不，就是$300。我说够你开刀，对。他突然抱着我就哭了，他没有想到，他说你相信吗？我们第一次才见面。我说没关系啊，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而且我确定你生病了，然后你呢，就赶快去开刀吧。后来呢，他就领我的 email， 你知道吗？过了3天，他就跟这个常住请假，他就坐公车啊，还有很远到南印度去开刀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帮他送机。结果开完刀1个月以后，开刀成功了，他写 email 给我。结果呢，我看到那个 email， 我放声大哭。我没有想到我$300可以去救一个人。事实上，我也不认识他。师父不是要炫耀我修得很好，我是告诉你，你真正要去拿钱去救紧急的人。因此我就开始发愿，下面的短片你可以看到，第一个是我到尼泊尔做寺庙医疗的布施，全部出家做，供养帽子、袜子、背心，还跟他量血压，还义诊。第二个是供养我的上师，在四川成都，好，大概3000多公尺到5000多尺的贡格山，我们全部供养他。第四个是菩提迦叶，最近白教高妈妈呼吁全世界吃素，然后他的弟子也吃素，可是喇嘛呢不像我们华人这样素食很方便，所以呢他们的营养不够，所以我们供养他维他命 C， 这是给各位看的。好，大家就很轻松，放，请放全部的画面。好，可以大声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的善行如红尘的白莲，即全程录影。《佛说布施经》里面，你布施医药，你就得到健康与长寿。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的不一定能够真的帮助到众生。这是我2004年到2010年，在世界各地，印度、尼泊尔还有中国贡格山所做的。第一个，对寺庙的供养；第二，报答上师的恩德；第三，菩提迦叶法会的营养供养。请看，这是尼泊尔雷师的圣地，我们有医生、护士、药剂师，还有没有工作人员。那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左邻右舍也来义诊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。第一个要测血压，第二个要验尿，我要用藏文翻译，尿呢不要喝下去啊。第三，我们要问他有没有生过病，有藏文跟英文的翻译，我的病率表有中文、英文、藏文。接下来所有的不加重就在那样的。第四个，我们有合格的医生、尼泊尔的翻译，为这位80多岁的这个比丘和义诊。第五，要告诉他药，不要吃错药，然后要解释一天要吃多少的药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通过翻译详细解释。然后弄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第一位老喇嘛义诊完毕。我们供养他后面的卫生衣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发现他会生病，是因为没有很好冬天的衣服，还有帽子，还有袜子。一直到现在，这些喇嘛还跟我联络，很感动。他说这是一生我最温馨的外套。我们也供养袜子，都是从台湾带。所以你一点点的善心，可以流入无尽的钱愿海。
在尼泊尔从台湾带 second hand 的清洗过消毒的衣服去供养他们。华人都很喜欢买好的衣服，穿个一两次就过了。那因为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只好把栏杆还拉起来，然后每一个人进来还要盖章。因为有些人跟他说，他拿了还要第二件，我说不可以，刚才已经记得你了。第三个，我们还在旁边的学校供养文具。小朋友给他铅笔、橡皮，虽然是一点点心意，但是他们都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呢，人生啊，其实啊，应该好好利用吧。接下来第三个，我一个上师的村庄有100多人，包括在家、出家。那天呢，我们又出动了，带了很多的人员，然后要去义诊。然后呢，村里的喇嘛跟村庄早就听到我们，早上8点多就来排队，9点要开始。西藏人有时候在流亡的时候是很含蓄的，我们要医护人员还要懂藏文、英文，还有尼泊尔文要做翻译。你看，我们为80多岁的阿妮比丘尼量血压，她非常高兴。原来啊，她有皮肤病，她也不好意思说。然后呢，我们从早一直忙到夕阳西下，这是我的学生医护人员。所以，我们得到人生不要去空过，其实我们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接下来第四个，我们到仁波切的一个叫聪明仁波切的佛学院。他就跟我讲，就在山的那一边。天哪，司机就一直开，加油吧，往上推，加油吧，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庙，结果走错了。哎呀，虽然走错了，但是还是很开心，拍一张照片。后来我们又把车子开回来，原来修福和学佛一样，也是有考验有障碍。后来我打电话给我的老师，他说你等半个小时，我送一个喇嘛来。这次呢，终于到，我们从早上9点出发，下午3点半才到。作为一个菩萨道是很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全寺庙的呢，100多位的喇嘛就开始排队，因为太阳已经要西下了。我们开始量体温，测量他的脉搏。好，然后呢，翻译要很好的翻译，包括英文翻译，我的医护人员都会英文。有些喇嘛呢，小喇嘛在打的时候，打球的时候或呢跌倒了，就到附近的居民也来了，他就问我师父，这么多人来了怎么办？我说药够吗？我说够，那够我们就继续看吧。他也是未来佛嘛，翻译很认真。最后呢，教小喇嘛怎么用药，不可以吃错药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早一直忙到下午，晚上我们是没有车走下山的。另外一个化瘀基金会在尼泊尔有个药局，假如这个人是很紧急的话，要开刀的话，他就会到医院，然后我们可以拨款。所以我们跟龙树药局的药师合影。最后第六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，其他人在流亡的时候也会骗人的，但是我透过调查，我们从台湾带了20-30箱旧的衣服到 Roba Organization。老人帮我们端，我们给他钱，我呢手举着加油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 Roba Organization 是一个西藏仁波切建的，很了不起。他把丢在路上的孤儿们捡回来养他们，他们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，所以我就发糖果给他们吃。然后呢，有些妇女呢也没有工作，甚至先生打他的，这个就是 Roba Organization 的负责人。左边是第一任的主席，英国人。这个人跟我们介绍，他从小就在这个孤儿院长大的。那妇女呢，教他们做手工艺，看做包包，对不对？要教他自食其力，做包金架，不是手艺品。然后呢，我就叫学生发愿吧，每一个人都买一个。这是我在世代中，我不知道是我的学生开的这一张选购中，就是说。他虽然贵一点，可是我们跟他结善。晚上他们会做晚自习，这些都是孤儿的家，他们没有爸爸妈妈的，
世界各地有捐了旧的电脑，他们晒上电脑课。最后我捐了一笔非常大的美金，是台湾、新加坡、东南亚的莲友供养我的。那这位年轻人他会讲英文，就很感动的唱歌，吉他的歌来感谢我们。第二个请看中国四川贡德山，是我的老师，寺庙里面也有很多老妈妈，我们供养衣服、外套，然后呢袜子，我们还每一个人都做义诊。你看老人家对不对，冬天是很冷的，你看妈妈不小心骑摩托车跌倒，我们帮她外伤。这个妈妈曾经有脑震荡，头还会晕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她吃什么药，有重要的话我们就会拨款送她去医院。那西藏人常常吃脏话，所以他们的胃肠也不好，我们就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去关心他们。肌肉酸痛也是他们常见的，胃肠也是很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全部的师生全部供养医药还有衣服，最后轮回。第三个，那现在白教观光当局是由道光宝领导，所以全部都吃素。台湾的莲友自己出钱坐飞机到那边去帮他们煮饭煮菜，因为他们要锅锅嘛，要过卡。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佛友跟东南亚莲友所做的。宝宝很慈悲，有一天有一个锅锅，你可以供养巧克力、供养钱、供养医药，你都可以供养它。最后呢，我们发觉藏人呢虽然吃素，可是维他命很不够，所以我们就从美国买了善存，左边是我们的会长裴昭，然后呢全部供养他。一个喇嘛呢大概有30颗到60颗，起码一两个月。师父供养衣服，医生要用心看病，他们自己出钱的。护士呢要耐心的帮众生量血压，然后呢药师要很细心的要说明怎么用药，而不要吃错药。我们在学校里面发文具，最后大家法喜充满，吉祥圆满，一夜拍了团体照。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众生是很苦的吗？其实他都缺乏你去关怀，这是我们桑野精舍千手观音。我们嘴巴都念观世音菩萨，这是我们的药师佛，对不对？药师有12大愿，所以我做这部电影是希望公开的说抛砖引玉。我知道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在做，可是啊，这会比你放动物更有意义。结果他看到我的时候又放声大哭，抱着我们。我说很高兴啊，你的气色呢比上次好多了，上次你真是是面黄肌瘦的。他说没有想到，我就跟他讲，没有想到真的300块美金可以救人一条命，而且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喇嘛，而且英文非常好。那我问他说你现在做什么呢？他本来在中印度西里古里，后来他跟他的上司申请到大吉里，大吉里也是靠近印度西经的地方。他说啊，我们呢，我现在掉在那边，然后他英文也很好，修持也很好，然后呢他就说我现在是闭关中心的喇嘛。那当然我就简单的请他吃一顿饭，其实一顿饭也没有多少钱，我就聊，我就问他你闭关中心有多少人呢？他说大概25位到30位。我就只问，有师父做过住持吗？我各部门都做过。我就问他那你们钱从哪来呢？他说事实上很少。上次有一个西方的弟子为了学佛法就来这边教他英文，他教他藏文跟禅修，每个月就供养他一点点钱。那我心里想，我本来又要买堂堂的不买佛像的，后来我就想那25个人那闭关一定要很多钱呢。最后呢我就说等一下我进去房间，我供养他2000-3000美金。我说我相信你，你是个出家人，你要是进因果，我们又有缘，对不对？我供养你，你可以决定，假如这在闭关的这一年当中，若是呢他们有生病了，需要衣服，需要点灯，做什么你就从中从这里款拨，若不够的话你再写 email 给我。结果他又抱着我又哭了。我说我们有缘吧，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大乘的法师，他是西藏的喇嘛，可是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放生是
动机是对的，可是这个时代放动物啊。